所以咱人是大的就长。老有老头了，所以咱大家学习讲的话，很少很少，因为好像没有去，但他死在了新疆大院里，那么还有几万人死，但是讲不出，其实我们人更努力。我今天听完之后，我更加深这个会议方面。我已经就是对他的尊重，但是他儿子心情不开心，后来这个尊重。